是纯贱。No sale。爱一亮颁错奖，痛哭道歉，金曲奖超时45分钟，狂出七大包。I practice for a week. Just trying to be bilingual. 然后很抱歉的是 ，F it up。7月1号金曲奖发生了超大放纵事故，爱一亮搭档美国音乐家 James 颁发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时，犯了念错 way 跟七的 trouble。得奖的是陈建希吧。西巴呀！这个字是救我。陈建伟。但入行之后，我想要做的是制作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想更正一个消息。但是这是评审长的签名。得奖的是 ，sorry。我来公布好不好？我没有脸看着他们。但是我就算不看你们，我还是要把这个名单讲出来。得奖的是嘟嘟周以敦。这个，我今天变颁奖人了，谢谢大家。活力咖仔陈建伟已经拿过2届金曲台语歌王，也展现高 EQ 著称，爱一亮心里应该已经狂念十次人一年了。而事后网友看了颁奖内页设计，发现评审签名比得奖者还大，根本是排版设计不良误导。因为啊，不止爱一亮出包，黄轩也把得奖人念成了录音专辑组召集人王家栋。还好呢，他有念出得奖作品名称，才没有发生颁错奖的乌龙。技术类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，得奖的是Time's up， 王山洞。设计师黄奇浩对此也在脸书晒出改良后的设计。他念错名字的时候，因为只有我知道，整个后台都没有人知道，然后我就赶快跟工作人员说，不对，他应该是念错我的名字了，因为在每一个得奖的信封，我是需要签名的。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免啊。No, it's my problem.这个不是什么自大的问题，什么打开信封的时候，我的确是因为太紧张所以犯错了。I'm so sorry。我是金曲奖的提拔之下才成长的人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对金曲奖的尊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再一次给我机会参与金曲奖，无论我是用什么身份扫厕所的，无论是帮你们订便当的，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再接纳我一次。I'm so sorry。我下次会更努力，我会检讨。I'll be back。But 这届金曲奖超时45分钟，除了颁错奖，网友也点出这届金曲奖其他6个包：一是导播切画面方式不优，二播出画面卡住，三镜头太晃，四台上麦克风无法调节高度，五回音爆音问题。华纳音乐代为领奖，以下是秦老师的感言。6陈绮贞颁发年度歌曲奖时，播放入围者的画面也停顿了几秒，疑似还插播了其他歌曲。工作人员。哎呀呀，让小编都忘了主持人韦礼安的尴尬了。谢谢汤雅帮替我们颁奖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